撼动人心的歌声缭绕全场，声动乐团的精彩演出不仅博得满堂彩，也为2010新北市艺术节揭开序幕。县长周锡玮抛开政治，要邀请世界优秀的艺术团队来台演出，与民众一起玩弄艺术。艺术家郭文泰、何彩柔的作品《流动的梦想》，要让大家把写满梦想的纸丢入水缸中加以搅拌，象征融合多元文化。作为台湾的代表之一，绿光剧团团长刘北安对新北市艺术节非常期待。艺术节最好玩的就是它不是那么商业走向，然后让能够人民一般就在搞不好在街头上就可以看得到。有一句话，以前是小心匪谍在你身边，现在是小心艺术就在你身边。艺术节加油。艺术节有来自意大利、澳洲等地的剧团，以及国内知名的绿光剧团、朱宗庆打击乐团等超过30个表演团队轮番演出。台湾《醒报》林慧珊、苏玉文采访报道。